不免有感。乱世人生，如荆棘中寻路，步履维艰，凶险四伏。也只有行云流水如你，放舟江湖如你，才得真自在。 是年轻啊，那姑娘昨晚也叫，大早上还叫，你快给他们送过去吧！啊！哼，那我看你死的时候要怎么叫？喊什么？不是你跪求，要一个侍寝承欢的机会吗？害羞了。 反复练，直到动作出自本能。 月公子。 站着干嘛？还不赶快把被你玷污的被褥洗一洗！
玷污，明明就是你故意弄脏的。好坏，好坏！哼，我在这府里十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侍寝之后还是铁铃铛的，真不知道这和家妓有什么区别。姐姐，这还是有区别的。嗯，区别大了。嗯，人家夜里做家妓，白日里还要依着府里的规矩做铁铃铛该做的活，比如说洗被褥。算了，我们不要理他，将来我们六姐要是给公子生下个小公子或者是小小姐，脱了奴籍那也是他们半个主子了，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。说什么呢？姐姐，他说我们得罪了未来的主子了呢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看他们是白日做梦吧，这山鸡就是山鸡，飞上枝头也成不了凤凰的。那也比一辈子在枝头下面当山鸡强。锦竹姐姐，今天早上的汤不够新鲜，公子很不满意。你别想拿公子压我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公子真的在意你，就不会让你亲自洗被褥，你还是回去给我干活吧。姐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六姐，六姐，他教我的擒拿手果然厉害。你们不觉得无聊吗？公主主，哎，川儿，你这穿的不男不女的想干什么？什么不男不女的呀，你没有觉得今天纯儿特别的风流倜傥英俊潇洒，最重要的是和有一个人很像吗？谁啊？嗯，殿下，跟你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你们出一个主意，蒙上眼睛头壶是不是更好玩更刺激啊？叶青哥哥，我也给你蒙上。殿下要帮您蒙上吗？我不蒙，你退下吧。啊，诺，来来，蒙上。啊，皇兄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别愣着了，你快去快去。好好 好，快给我皇兄蒙上，快去投壶。那你们先去玩，我睡会儿，给我蒙上。诺。燕洵哥哥，燕洵哥哥，你不会睡着了吧？嗯，没有，怎么会这么快就睡着呢？去去去，你们去玩吧。你别睡嘛。往右边，公主，要不我带你去投壶啊？不去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就想在这待着，站着，看着，睡着。什么时候不能睡啊？偏偏在这个时候睡。小野猫，不要淘气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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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Yeah.